你这个线呢，就是在那个品种鱼塘里头用的水车啊，是，就是咱们那个最多的这个鱼塘增养都用的是，就是用的这种水车。对，用水车增养这种是最节省的吧？应该。也不是，这是咱们就是和它做对比嘛，因为它是在这个鱼塘增养里边最常用的，也是一个最经济的。对。咱们呢就要和它做对比，咱们的系统，你看他们这个水是把水呢养起来。进行对，把水、把水波动嘛，波动它就养的多嘛，是吧？但咱们的是，你看到这个地方加去，把它开开一下吧，开一下吧，看一下吧，看一下。爆气了啊？你看这地方已经开始爆气了吧？我看一下啊，这站很多人，可能也不行了。没问题。最好站在铁的地方啊。没问题。咋了？你看地上冒着一些气泡嘛，你看。对。这就在给咱们污水厂的爆气的时候，就是我们呢是做污水厂的时候，是先在这个地方做完试验。啊，你看我们这下边有各种重量仪，下边你会看到一个电子测试仪。哦，它会把这种重量数据做成电子分析以后，判断一下和对方的怎么样。对，大家看一下啊，过来，来看一下啊，这边呢是这个翟总的村庄啊，这是他小时候生长的地方。这里呢有一个这样的看起来现代化的这种研究室，看到没有？这下面是吧？这些呢都是咱们的试验，各种实验设备。啊，各种实验设备啊，最早的，你不可能一下子研究成功嘛。对，跟那个最早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下边那个是个小池子，你看在下边可以看到，有两米来高啊。后来呢，随着这个试验的增加，咱们就把它接起来了。哦。大概有多米深是吧？对，六米。六米。你像这些管件什么东西，你现在看到这还少的啊。啊。我先拉出去几只，就这管件，这是咱们那头，你看还弄了一大垛嘛。这是9米8的汽车，两汽车。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这个东西就是在09年。09年。对。到现在已经有快10年了，9年。对。啊、你总共经历了几代啊？这个东西啊，应该是这么说吧。你看我们这个水泵就分了4代。啊。然后这个爆气设备呢又分了3代。啊。现在应该说已经经过17代产品了。7代产品。啊。目前这段产品算是最完善的了吗？现在呢，只有这个爆气设备是可以算是那个非标准，应该这叫是什么？那个商品化生产的非标准产品。啊，非标准产品。嗯，商品化的非标准产品。那现在你这块东西它已经很完善了，那你每一天也还在泵水吗？还是这是需要重新开的？这样的，你看咱们这个泵啊，它有一系列产品。你比方说，我有那个0.4个千瓦的，1个千瓦的，1.1的，1.5的，4个、5个。到10个到22的30个，这每个东西你要是想把它研究成商品化样去销售的时候，或者你把从技术实验室技术做成产品的时候，你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嗯，你像5千瓦的和22千瓦的绝对不一样，它是两个概念。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实验室就尤其显得重要了，因为客户的时候他不可能就只需要一个5.5的，嗯，也不可能我只需要一个22的，也不可能只需要一个30的。那么当你去跟客户做实验的时候，每一个产品它必须在你实验室里面做完测试，啊，然后呢你做到。基本上可以说做到心中有数，万无一失的时候，才会走向市场。否则的话，你在走到市场以后，你绝对要亏钱的。啊、哦，他可以给你定制啦。定什么？定制嘛，他想要什么，你给他定制，这不就是？对，我们那个一旦我们没有做过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定制。定制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你现在你不能说马上就要，我那已经商品化销售的，你今天给我下订单，明天可以给你。但是定制产品的时候，一般给他们供货期都是半年。哦，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要在实验室，可能要检测几个月的。啊、哦，所以说呢，现在的用户的一般的时候，都我们给他推荐的都是我们已经在实验室已经出去的产品。啊、哦，必须是已经做到标准化生产的产品。啊、哦，你觉得这个事情能让你感觉到骄傲吗？这个事情我觉得还不够我骄傲，因为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嗯，但是我觉得我最骄傲的可能就是等把这个技术的，除了节能之外。如果能产能的时候，你比如说他做了水力发电了，做了海洋能开发了，那这个时候他能给咱们这个社会解决了咱们社会的刚需，因为谁都知道石油煤炭是吧，它是有使劲的一天，太阳能啊风能啊现在呢又有点不太经济，那这个时候呢谁都知道水力发电是非常经济的，但是呢你看现在咱们国内现在只有开发了13.6%的发电，欧洲国家已经达到96%了，嗯，那如果说我要是能把这个低水头都用这个液体能技术开发经济开发之后，现在说每年能给国家多输3万亿度电了，嗯，这一下子就会足够中国的能源，比所有的煤炭石油加起来的能源还要多了啊、
所以我觉得呢，中国要能真正解决了能源问题的这一天，我觉得还值得骄傲和自豪一把。你碰到的最大的坎是什么？最大的坎，反正我觉得就是一个啊，看在各个阶段和各个阶段不一样。最大的坎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最缺的就是钱，那时候就是觉得缺钱。当真正把这个技术做完善以后，做成产品以后，想去市场上造血了，这时候最缺的就是团队。你有多缺钱啊？那时候？那时候基本上就这样说吧，你没有钱的时候，我媳妇跟着我2年都没有买过一件衣服。你可以看，你看我们现在要等待检测的水泵下边有十几个。哦，等待检测的那些水泵都是等待检测的，这种啊，这些水泵都是等着检测。对，你看那个封的话，那个电缆线都还没拆封呢。哦，下面那个大箱子里边也有一个，刚刚发过来，今天刚刚收到的。好啊，行。你可以下边看，我们时间才好，我们看一下时间才。我最自豪的就是什么呢？可能没有哪个方面人肯舍得像我这样的去，花这么多时间才这。你看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已经拉到两汽车了。哦，那这是全是看到没有？对面的那个屋顶上面，那个屋顶上面，那些屋顶上面，全部都是翟总的这个实验材料，老翟的实验材料。我们下去再看看吧，还有呢？还有，让你们震撼的。好，那我们看一下。